很多树木在一起，就是森林。对对，你再看，小鸟，笑。对，哎，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呢？一个长鼻子，四条腿。对了，咱们的祖先啊，就是这样创造了象形文字。这像什么？草，我来写。好了，来，这个像不像农民伯伯种的田呢？真像啊。这个字念竹，竹笋的竹。哦，这是马夫。孩子，我们用象形字来编个故事好吗？好啊。可是没有船。那怎么办呢？刀。船。不对，念舟。古时候船叫舟。那就火，哎，太好了，哦，好啊。咦，龟，好大的龟呀，
线啊，鹿石就是猪，叟就是老人，虎大老虎，哎呀，快救救老人！好，用弓箭，好，老虎打死了。房子，这个字念舍。谢谢。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不用，谢谢你收下吧。好，谢谢。小老虎在哭呢，那把它也带上吧。好，花，哎呀，猪太小会沉的，不能一起走了。就是啊，那羊要吃花，虎呢要吃羊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虎不吃花，那先把羊运过去吧。好啊。要是把花插在草帽上，运两次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嘿，该回家了。到家了，这念犬就是狗。